咁基本上朱玲玲八月出碟啦，咁小弟咧八月都系会有 show 噶，咁就喺 SOHO 嘅伊利近街咧，小弟会做栋笃笑噶。有咩我地方呢首歌？我净系听过豆腐啫。李英爱就，我觉得佢哋够僵咯，即系摆到明啲 cut 嘅编排，所有嘢都系抄 U2 噶啦。佢仲夠膽死，即係喺嗰個作曲嗰欄係朱玲玲作曲。我諗你哋公司幫你印碟嘅時候，都唔會加個叫做 copyright control 嘅嘢㗎啦，因為你始終咁樣消發隻碟嘅成本就高咗㗎嘛。咁隻碟都冇人買啦，咁你仲搞咁多科技落隻碟度，咁咪仲嘥錢。係咯，咁你就嚟燒嗰一樣啫。可以賣到幾多隻啊？嗱，你諗下胡美兒出碟 ，Con Rap 嗰啲係咪一人買一隻啊？要？系咪？咁但系你哋冇呢啲咁嘅 backup 啊嘛，即系你唔会话被逼要买噶嘛啲碟，会唔会送关智斌嘅签名？我唔系苏文峰，你哋印几多只先？知唔知？哇，印咁多做咩？即系如果推介到我有勇抽嘅，我会嘅。即系商业社会嚟噶嘛，你讲咩理想啫？系咪先？咁作為一隊 band 夾，有擁有咁多嘅風格嘅話咧，咁其實應該會係幾好嘅，會唔會咧？咁你話 TVB 好冇 ？TVB 都好多風格嘅，都好多節目嘅，都係亂嚟噶嘛。咁你話 TVB 好冇？因為 TV Buddy 咩 ？Yeah, I know your TV buddies, TV people. Yeah. 朱玲玲而家離成功仲有幾遠啊？可能是香港能够实现普选的日子咁样咯。2012都应该未得，都系唱翻白恤衫嗰啲，我谂会 hit 啲。白恤衫因你变耀眼。OK。